在这一边，他有给你五个点，P、Q、R、S、T，然后他说，他哪里一个是 same distance from OP？OP 的话呢，他这一边三四，其实三四的话其实是五啊，三四五嘛，Pythagoras theorem 嘛，三四就是五嘛，所以你就看谁距离 O 是五格的。你看这边是向前走三，向上走四，所以我的 OP 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三 square 加四 square，然后拿到的是五。所以在这一边五减一，五减一四啊，这样这个非常简单啊，这一个零减五，这一边就是距离五格了，所以这个跟这个的距离都是五，所以我的答案是 S，OK，所以答案是 COS。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有。PQ，然后他说 M 是它的 midpoint，所以 M 是它的 midpoint 的话呢，其实我可以直接找它的一半在这一边，OK，所以我知道它是减一逗号三，OK，所以它答案就是减一逗号三，OK，然后其实你另外一种做法呢，就是你找它的 P 的 coordinate，P 的 coordinate 呢是向后走六，向上走八，就减六八。然后 Q 呢是向前走四，向下走二，所以你的 midpoint 呢会是加起来除二，减六加四除二，然后八加减二除二，所以我就有减一，然后三，所以答案是减一三 B，OK。